挂的。要受不了，就是会有那种晕车，在公车旁边窒息。那重点是他还骑车站。对啊，这些都不不管。后面不好，后面不好。他就是有那种怀疑的心声。有时候那时候半夜吧，半夜两三点就会看到校板，或是有同学在传说，但有人那个在那个鸟居，我们不是有一个鸟居吗？在鸟居那个电线杆撞死。